电影与音乐间的交响乐盛会，高雄春天艺术节和五千人在星空下草地上一起享受世界级的史诗音乐。烧打巴汉打。其实这一次主要还是以音乐为主啦，然后影像的部分是配合着音乐。艺术要跟一般的老百姓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说用最日常生活的方式让一般的民众去享受艺文的生活的空间，这样。那这次草地音乐节，我觉得是一种，也许在我的看法，我觉得是一种很让人家一种让一般的观众在一种很自然、很舒适、很自由的环境里面去享受艺文的感动，这样。那也对我们《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也有一种，我也是感谢啦，就是让我们这部电影的生命力可以延续到音乐会上面，我觉得还蛮好的，还蛮感谢的。